漂浮城市 UFO， 在一块悬挂的乐高砖上还能搭出什么离谱的东西？机油组作为我心中目前夺冠的一号种子，这一次又搭出了个神作。他们一拍即合，准备做一个海盗飞艇，先把飞艇的骨架和机械部分搭好，然后拼外壳加细节。但等到快完工的时候，这艘飞艇大到已经搭到了桌上。对比一下其他组的作品，就知道这玩意儿有多大了。规则规定，展示的时候是不能有桌子的，这么多重量都挂在一块砖上，不得散架了？评委让他们赶紧把桌子移开测试一下。 I am freaking out. If this thing falls, we're out of the competition. Yeah. 空中的海盗飞艇伸出底部的爪子抓住下方的船，人仔们手持武器正展开一场掠夺。从设计到拼搭，这是十个小时的工作量，这是乐高拼装机吧。 Out of all of our builds here today at Lego Masters,If this was a Lego set, this would be the one I would buy.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因为海盗飞艇实在太大，所有零件的重量都在向那一块悬挂的砖施压，导致飞艇顶部微微变形，但并不影响我喊666。That is absolutely epic. Well done, guys. Thank you. 今天的挑战是在一块悬空的砖上搭建。夫妻组准备在悬挂的砖上搭一条鱼，不过这鱼，夫妻组搭的是灯笼鱼，就是安康，俗称蛤蟆鱼，头上有个会发光的小灯笼。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机械组，准备给灯笼鱼做会动的鱼鳍。虽然听着挺酷炫，但就在比赛即将结束的20秒出现了意外。 I mean it's not 100%. Oh shoot. I'm sorry, but this is not going back together. 7, 灯笼鱼的鱼鳍掉了一半，这是乐高大师极少出现的失误，一旦出现基本就要回家了。他们的故事非常清晰明了，深海中的巨型灯笼鱼正在用舌头捕食一艘小型潜水艇。夫妻组特意将鱼的舌头做成这样，既固定了潜水艇，也营造了潜艇逃亡时的紧张感。That is the technicality that could send us home. You've had 10 hours, you can't leave things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have them tested and working. Yeah. You simply can't. 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只灯笼鱼的，要是就这么淘汰，太可惜了。让夫妻组没想到的是，另一边的闺蜜组用更大的意外拯救了他们的失误。闺蜜组的黑发小姐姐临时生病下线，剩下一个妹子在心态和队友的双重崩盘下艰难地搭出了一只皮纳塔。拉开开关还会掉出许多糖果，虽然单人搭建很艰难，但依旧避免不了被淘汰的规则。 And unfortunately today you'll be leaving the competition. Anna, you're a legend, mate. Well done. Thank you. Well done for... 下一期虽然前面几期的搭建一个比一个厉害，但这个才是冠军作品。前面看完了那么多在悬挂砖上搭出的大师级作品，但我万万没想到冠军作品会是这个。金发组的故事也贼简单，他们准备搭一个鸟笼，一只扒住笼子的猫，估计是技术有点跟不上想象力，他们的搭建进度非常坎坷，评委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You've done all this fancy edge work here to make a square. I did this with 6 Lego bricks. You've wasted 4 hours in a 10 hour challenge making a square.他们用短削衔接带孔砖来做笼子，但这完全不像个笼子，更像个拖布。搭到一半的时候，金发小哥终于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拆掉了笼子，陷入了精神失控的状态。此时比赛只剩下5个小时，就在我觉得金发组这集就要杀青回家了的时候，他们压力之下出奇迹，用轴和连轴器给笼子搭了出来。不过一只猫扒笼子实在影响平衡，于是他们又做了只猫和更多的鸟，最后就变成了这样。两只猫扑在笼子上，吓坏了笼子里的鸟。乐高搭角色造型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五官的塑造。金发组能完成这个冒险的想法也是实属不易。When we were halfway through, I thought you were almost sunk, but you adapted and overcame. And for that reason, you are today's winners. 嘿，等会儿，就算冠军不给前面那些神仙打架的作品，给这个是不是有点勉强了？说实话，我觉得下面的姐姐组都比他们搭得好看。姐姐组准备搭一个公主从恶龙手中拯救骑士的故事，反正能用乐高把龙搭好的都是大佬。在云端之上，龙带走了骑士，但这次救人的却是公主，很带感的剧情。云朵上许多的冰激凌零件削弱了砖块的棱角感，让云朵看起来非常柔软。龙的造型和配色非常有邪恶的威慑力，但如果龙能做得大一点就更好了。下一期 3D 艺术造型美学和技术的究极考验。